这次就不用什么进场特效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刚刚讲到的最后一个就是说，我要怎样把运动型摄影机装在上面。那我在西部分解前之前呢，先跟你们是分享一下，它里面是有附赠这个不含主机的这个金属的转接头，整体都蛮有质感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接下来为你带来西部分享。哎，那现在我就要分享一下 GoPro 怎么安装在上面。那 GoPro 如果有在用的玩家应该都知道，它是有个底部转接头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直接一样，四分之一螺孔对着四分之一螺孔，就可以来做一个安装的部分，好不好？那个把它锁上去，有没有？锁住了啊，有没有？锁住了之后就开始转。看着它转，耶！大地方就这样子，赶快等你来。